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个是流程的创新，都有三个创新。那今天的上午的最重要的三个这个演讲的内容，我讲的就是如何做产品的创新。接下来会有 AI、IoT、Big Data， 我们的秀传要来跟各位说明这个，这是类似流程创新，就我们怎么去用一些 IT 的技术，让我的这个医院的这管理能够更有效化，能够提升、避免或者是效率。第三的方向是做大数据，我想这是啊、这是希望能够从大数据里面来找寻我们啊、医学啊、这个另外一个创新，就是说你要需要用这些市场的资讯啊来找出我们这个创新的这个手段啊。那我就先针对产品创新的这一块来跟各位说明啊，各位说明啊。那第一个是跟各位说明，就是这在上周里面谈到，就是我们很多电子五哥都往这个医院的医学，就是医疗器材、医疗的科技来发展啊。那这是一个，那我们台湾在医疗全球它是占第九，然后在前200大的医院，台湾占14间，排名第三啊。所以啊，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创新能力是全球第四啊，这是。WEF 公布的，就是美国、德国、瑞士、台湾啊，这是创新能力第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全国竞争力啊，在2018年，台湾是全球第十三。那我常常在跟我的客户谈，台湾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让台湾今天还这虽然这么小的啊 GDP， 我们还可以生存的还不错，就主要我们。人才是很强啊，医生，韩国在讲我们医生，台湾医生是一流啊，像秀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啊、在私人医院里面，他能够拥有我们主要的很好的这个医生的这个传承啊。那第二个是台湾的工程师很好啊，我想我们啊工程师不但是个素质好，然后又有这个 loyalty 啊，所以啊管理团队都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背景啊的基础啊，所以我想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很好的这个地方啊。那接下来我想就有一些很好的案例啊，很多很好案例，那我也就不是不方便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就这是一些资讯啊给各位来看，就像嘉士达他们也进入了这个医学产业啊，医材事业啊，那赚钱也跟着广达红海一样的这个好、哦、那这是都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就是医疗的科技呢，它是把医学跟电机怎么创把它整合起来，我想这个也是要往这个医疗试点里面来发展嘛。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相关的新的科技、哦、都是有些 IT 啦、IoT、AI 啦，都是用在这个医学上面。那接下来就是机电怎么跟医学啊，怎么去啊配套的啊做产品的开发？我的这一块的部分就是产品开发，怎么样让它啊产生那个中效？那这个是啊一个医疗科技一个很重要的啊地方嘛。那这是我今天在给各位报告的这个重点啊。好，所以我们的科技的机会跟挑战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全球的这个趋势啊，这个在塑造圣医的这个。健康照护的产业，那有一些因素嘛，比如说人口的高龄化，那然后这个那个医疗的保健费用啊等这些，还有很多人体变异的计算，这些资讯啊都是很多的挑战啊，我想这是全球的趋势啊。那最被关注的这个技术关键技术呢，大概是分几个方向，一个是医疗设备，一个是医院的设备啊，一个是生制药方面，一个是临床方面，这四大项。那我特别主出来的地方就是说啊，医疗设备现在是要一个 mobile 啊，这是一个啊。那第二个就是在医院的设备应该很多的 AR 啊，
AI 这个影像可以远端啊，或者远端可以稀释和远端诊断啊，这都是新的科技。然后啊，一些是啊医疗的数位孪生啊，数位双胞胎的叫做 digital twin 啊，就说我的设备跟虚的跟实的东西的整合啊，要整合。等一下，也许我们会有些给各位看得到。那这里面呢，这些创新的带来用几个很重要的科技，一个就是怎么把很多的产品的设计呢，要电子化。你要可稀释 ，mobile 一定很多电池啊，很多设计的这个无线哦，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东西就是 AI 啊 ，AI 的 manufacture。第三个就是无人系统啊，很多东西就是能够自动。我听说目前有人在发展，日本有在发展那个无人的那个轮椅啊，它是自动跑，就说你到 airport 那老人的你就坐那个轮椅，它自动会跑到你要的地方去。像这东西都无人发展，那无人机啦，这个这是无人车啦，无人汽车，这都是无人，都是一个目前已经逐渐成熟的的产品啊。再来就是 5G 的应用，我想这个大家也都懂了。5G 以后 ，IoT、AI 就智能会越来越成熟。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我把原厂，我这个资料是从原厂来的，它大概有几个关键的词句很重要，是 electrification 啊 ，electrification 就是怎么把电气化。我们现在电动车、摩托车啦、脚踏车啦，就电动滑板都在做嘛。第二个是 anti 的免费，就是不需要做模组就可以做起来，那是新的科技。那第三个字叫 autonomous 啊 ，autonomous 就是无人化。第四个就是我们怎么跟这、那个connect 啊，要跟 connect patient， 你怎么跟这个用 IOT 的概念，怎么跟那个 patient 中间可怎么把它 connect 起来？我想这是未来的5G会发展的这个效率。所以根据麦肯锡的调查呢，先进分析技术提供最高的水准的竞争优势嘛。那这里面有一共十二项，对，这条线就有十二项线啊。这十二项的线就是最左边当然最 low 跟到最 high 嘛，然后对 analysis 的这个 effort 的 team 的 effort 从 low 到 high， 从左边到上面。那说最高的最难的是10、11、12，这十、十一、十二是三个东西，一个就是 predict analysis， 就说你分析的时候能够有预测性的分析，能够了解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或者因为这个放在病人里面有很多的应用，是要能够越预测，能够越把握越好。第二、第十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最小化设计啊。第三、第十二个东西就是第十二项就是你要适合于那个规划啊。所以这三项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俗称的先进分析的技术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谈。那这些先进分析技术可以引申什么东西？引申出来你很多的这数据可以转换为你管理啊，或者是你在经营上面很多的效益啊。比如说产品提早出来出到上市。第二个说现在的分析技术可以远端控制啊，像是之类 5G 跟客人的关系会非常好。那这些东西都是这些引申出来的非常好的效果啊。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很多的这种先进技术很节省很多测试的时间啊，节省很多的这个像这个 Medtronic 啊，他画面他人的心脏这个系统，他一年呢节省了1000万啊，然后的这个批准的费用啊，因为这个所有的 device 都经过批准啊，然后这个很多产 device 要放到 FDA 也需要有这种像软体来模拟，是背景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它只要软体模拟过就可以。现在像那个飞机哈，那引擎哈要做鸟级，就说你飞机的时候，你以前要实验要有时候会吸进那个鸟吸进来。现在不需要实际的去实验，而是你用软体去算就可以。车子像碰撞以前要做几千台车子真的去撞，现在用软体来算就好啊。你软体过了以后，再做一台两台就好。那这个技术我们就叫做 virtual prototype。那现在看得到这个用这些工具的
公司这么多哦，在全球的公司非常非常的多哦。说刚刚我们这个沈总谈到的这西门子的等一大堆都是用这种东西来做，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很多的国际的像 FDA 啊、CE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 decision maker 或者influence 或者是这些 thought leader 这些创新家都是用这些系统来发展。那在 orthopedic 的那这个骨头的正相关的这个科技呢，它可以发展的这个项目目前大概有这些东西啊，例如我们现在常常在做的为什么要这个髋关节啊、膝关节，它因为每个人的骨头不太一样，说你做那个零中关节啊，你假设你做的不符合你的这个骨头，你会应力挤动，那就会很痛啊，所以你是一定要客制化啊。那最开始台湾发展这个我们叫 biomechanical 都从那个鞋子跟脚底啊这些这些应用开始啊，因为你这个每个鞋子的应用。鞋子穿跟你的脚的形状一样，或者你可以从鞋你的脚的方式来设计的鞋子，让你应力可以平衡，这是其中一个案例。那第二个就是心脏病，也是一个很多的，比如说支架啊，还有这个 artificial pump 啊，都是一些artificial heart 啊 ，heart 啊，就是心脏啊，人工心脏都是一些在发展的这个关键啊。还有就是 hospital 的 supply 啊，这些。病床啊，这些这个各种的 device 啊，都在发展当中啊，而且很多成功的案例啊。那右边这个就是他们这是 infection rate through the hospital floor 啊，就这个我就不是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在 hospital 里面这个火烧的时候它烟啊，大概是这样看。好，那接下来就是 diagnostic 啊，就是诊断啊，那有很多诊断的系统啊，其实很多诊断系统它也都是用这些软体系统来做，然后我们可以包括 iPhone 跟这个客户中间的 mobile 啊，这东西都是概念啊，对，很多概念都在发展，再来呼吸系统也是啊，这也都是可以发展的这个概念很多啊，那这个案例是什么？这个案例是一个公司他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他要了解这个他是这个睡眠中止啊，他是要减少这个 noise 啊，来帮助这个 patient 能够做那个睡眠中止的检测的时候，他的设计啊，他就用很多的模拟啊来看你这个机器放在你的。这个鼻子的时候，你不要太吵哦。那这个东西都是，还有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温，它的这个流道的这个压力的问题啊。那很多的产品，他们都用了很多软体来设计，能够减低很多的效率，包括这种耳机，它是减了90%啊。那还有就是reduce product development cycle 到25%。那这个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像他用这个汽车的无线充电啊，那这个他也用了这些来跟人中间的关系啊，这个来做很多研究啊。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些用这些电脑的系统呢，它像这个在动的这个就是 micro pump 啊，那从产品的概念到产品的验证或者是改善，它都是在一个流程里面来运作。那这是一个已经被认证为全世界最新的、最正确的设计方法，能减低你的成本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用数位来实习、来实验啊，然后来从设计到诊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让你更快啊、更便宜啊、更好啊。那所以这些东西都让你研发成本。开发成本、性能的提升都会最好，包括这些生物科技里面要做的这种东西啊。那我们呢？台湾在电子业，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啊，因为电子业很多啊，这些台湾电子业这20几年来很大的竞争的能力啊，比如说我们的散热啊，我们的这个电脑电路设计啊，对信号干扰，这种我们都有很多的经验。用这些经验，我们可以来跟
各位在座的这个医学的专家来合作，因为医学 device 很多 materials 都是一定要去问医生，因为医生是最有经验的。那第二个就是客制化，客户的这个配置的客制化，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倒回来还是要你的很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把这些 criteria 知道，就用这些新的这个设计的方式就可以让你达到这个医生要的这个功能，或者是能够找出最好的这个解决方案。那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国内的厂商他们的呼吸器就是用的很多的计算把呼吸器做出来把它我们去假设它要看它里面的流道的还有它水面的这个水汽的湿度的温度然后它不同的设计里面它不同设计里面它可以去比较出它 A 态和 B 态，比如说你那个管子的大小对的整个流道设计好和不好那结果它算出来是 case B 会比较可以有一些好的这个效果。我想这个是相对绝对都是一些你设计很多留下来的数据对你的设计都非常的帮助那这是另外一个国外的案例，就是保温箱就是小孩子保温箱这有很多的案例。我想时间关系，我想这个是也是这个心脏的 WOW 这个东西都是台湾非常有机会来做开发的地方在台湾。好，那最后一段呢就是 STAR 那我们协同创新呢在我跟沈董的帮忙下，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成果我会想分享给各位我想我们协同创新在上一任里面，就是说那个国务理事长的时候，我们创了两家公司一家就是协同，一下就是协创一个是马达设计公司，专门是design house，一个就是储能公司那台湾这个要 start up， 当然要有一些好的 project。那第一个这个 project 呢，就是一个徐教授的 project 就是台湾台科大一个教授，他在做那个光学那个的一些设计以外他已经被选为世界的创新的产品那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跟国内的这个业界来合作我想这是我们来给各位刚好有一个好的这个说明那我不晓得他今天有没有要下来校友会演讲或者是我们公司有其他同仁会帮他讲。那生物医学有很多的应用有很多的应用那都可以靠这些软体，尤其这个血管这些都是用流体力学用不同的材料来模拟，可以看那个比如说刚刚看到那个这个心脏的化它这个要打你的心脏这种器材都可以按照这个condition 那个 condition 我们叫做 property 这个 condition 来设计那它最有效率否则的话你要了解你东西设计出来你去实验，你要实验要可能要很多人要牺牲所以你可以在电脑模拟做的最佳的时候你可能牺牲最少那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微弱档的技术，什么叫微弱档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各位知道太空梭这么飞到那么远，它可以模拟吗？更拿来做实验吗？没有，它还是飞到很准的地方。这种科技已经都很，飞机它也不可能拿来试飞，不可能，都在软体里面飞。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那我常常在感叹，所以为什么？像德国这些高收入的人，他为什么还可以？他我们的收入那么，那我们的工程师比他们那么便宜，那为什么我们竞争力比不了他们？我们工作时间比他们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具用工具的效率就是差慢一点点。对，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谈这个产品的 device 设计其实现在都在谈 5G、IoT 跟 patient 跟 connect 的问题，我们还在怎么来提升这个产品的设计。
这显然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好，再来就是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啊沈董跟士林电力跟我们来共创的一家啊能源公司啊。那这个是这个案例给各位看，就是说我们啊也可以来考虑啊再来成立这个啊这个生物的 device 的这个 startup 的公司啊。那这是我们非常啊已经有一些经验了，虽然我们慢了一两年，这一两年我们比较 silent 一点，要等什么？等这两家公司要能够长大。那的确已经有一些曙光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再来呼吁，就是说，假设啊在座有这个机会，我们再来大家来共同，尤其我们今天跨了这个跨界跨到这个医学，我想这是啊电机医学，这是医疗的 4.0 嘛，哈，就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那我很快速的跟各位看，这协同它是一个做微电网啊，做电池嘛，那是啊我们大雅是一个目前啊 major 的一个 share 哈，那沈董在我们的这个成立的公司都他来承担啊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啊，那要非常感谢他，那他有很多的新一代的这个概念来做微电网啊，那在这里有几个能力，就是我们微电网的软体系统啊，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能源管理系统啊，还有 battery 的 BMS，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新的这个差异性啊。那这是一个创新，你要尽量去投入去创新新的东西，你才能说在做这个市场上的领导者。这种技术不是只有国内竞争，我想国际我们都可以去竞争，这是大家努力的方向。所以它有这个很新的 BMS 来开发，然后来创新。那我觉得可能日新月异啊，每天还在变化。那我们有这个基础啊，明天可能就有更好的这个效果出来啊。我想这是要包括电池跟马达，刚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电动化你的全缺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关键啊，就我们电力工会的协同商务创新这个委员会，在这个上一任里面，我们就库克生了两个蛋啊，那这两个蛋我们希望能够变成一个标杆，然后把它努力的把它做成功，当做我们的机会，当我们的机会。那最后呢，所有的这个系统，台湾的系统要做得好，比如说台湾的创新力做那么强，一定有一个背后的这个平台。那我就自我吹嘘一下，我们就是希望在国内推动这样的个创新的平台的一个公司啊。那我们除了研发设计，我们还有怎么把智慧制造建起来啊？那这里面就是现在是工业 4.0，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 CPS 技术整合，或者是叫做数位双胞胎，把这个设计跟管理啊，用 IoT data 把它整合在一起啊。那从分析、加工、生产啊，管理到财务啊，我想这是任何的好的自动化，最后还是财务管理是要最重要。就是我要是真的赚钱，而且我要 real time 知道这个产品的销售、库存，包括它的生产。车间的管理都需要 real time， 那靠通过 IoT 来解，用 big data cloud， 我想这是我们的重点。好，那我们这个 startup 有一个 concept， 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电机电子的工程运啊，这是我们现在在 run。那目前我们有在 run 这个马达的这个 subsystem 啊，那也透过我们的协创。做马达设计公司，那我们现在在运作，在慢慢在 Cook 这个成立在电机营下面的马达这个 portion 的这个 cloud， 那就是利用这个很便宜的这个使用者互惠的这个工具，就不要花很多的钱，现在不要花很多钱，但是还是需要有设计公司来 support。像未来是 SaaS， 我们这叫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那再接下来就是把设计跟管理一定要整工业 4.0 来，就我们最近把这个 Logway 把它并进来，那未来就把 OT 跟 IT 并在一起，就是从最上面的 CAE 到下面的整个工厂的自动化，到最下面的很多的 AI 或者是 ERP 这些系统，中间现在有一层很重要的，就是 Process 啊，把 Process Innovate
包括那个 Project 里面的 IP， 把 OT 跟 IT 怎么 integrate 啊，那这是未来这个公共市场有点细的地方啊，因为你的机台都在现场，你怎么用可视化，可能马上看得到那个工厂啊，你马上知道工厂的 KPI 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未来看起来做到。用 VR 你可以看到你苏州的工厂跟你在美国的工厂，你就在 VR 看，不是看板子，完全看工厂，你都看到你工厂跟那个虚跟实的工厂是同步的，而且马上可以配比的。好，那这是我们现阶段建构的一个平台。那有一些好的这个案例就是在怎么生产自动化上面，因为我为什么提了这一个东西？因为这些现在是4.0的时代啊，产品设计很重要，产品的这个生产制造还是现在最终你可以跟人家竞争的地方。那你怎么建构虚实？这个工厂就建在这里啊。那你带个那个 AR，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工厂的状况。那现在工厂不是你投了很多设备就好。你的设备里面的所有的流程一定要在设备设计之前，生产设计之前，你一定要先有能够预测我的生产这样的生产是不是最好，那你这样的投这个设备才有效果。那假设这个整个的分析的流程呢，就是说你设计流程，你假设在对你生产的时候在未来的这种工业自动化时代，你要的是几样东西。第一个，你要能够关灯生产、滚线生产那无人生产。再来就是你的生产，一台机器坏掉怎么办？你要能够马上改变生产的模式但这都是现在这些资讯 IoT 技术加上一些 AI 是可以达得到像这种东西就用离散的模型就可以解决。所以我想这些东西还是要提得出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不管是生意也好不管是电子业也好或者航太汽车也一样，所有的这个工厂自动化跟设计是要整合，这个我们提叫做 D4M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所以我想容许有一个这个时间来吹嘘一下我自己，我们自己的公司。好，谢谢各位。